二里多城。这个多久没有人买啊？这个大概20年，你三年哦，放20年，怎么可能？都没货期啊！啊，为什么卖不出去？客人买一买不要啊？对啊，订一订不要。后来有餐厅要买啦，但是他听到价格之后，觉得他只是想当装置艺术而已，这样太贵了。有餐厅要买装置艺术？哎，那他这个是客制化的吗？所以它也不是工具，这根本是20年前的。古董型骨灰坛呢？来，我来看。不要吧，花姐，花姐，一二三，第一位正宇五金区经理，我们的乐咖。乐咖，哇哇，好可爱啊，乐咖。乐咖，哎呀，通常乐咖都是这样。对，乐咖是一种期待。哎，对，跟他 say hello。乐咖，大家好，我是正宇五金的乐咖。好。这个员工我有介意，哎，人是经理呢，区经理呢，喉咙烧伤。哦，昨天应该是有录影录到4点，对不对？喉咙烧伤跟我们一样，是是是，喉咙坏掉，代表他努力在为公司推动。如果你的表达能力不好的话，不足以在这个行当里面生存。你光那对不对？你只要回答对就好。对。明明是昨天晚上去跟人拼酒，哎，烟酒唱歌，喉咙都坏掉。正宇五金你是做仓储的呀？哎，我们一开始是仓储批发，仓储批发，仓储批发就是批厂的那一种嘛，批给那个供货商，对嘛，就批厂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他第二代成为上柜公司啊，哎呦，你是第二代接手，你是第二代，我是第二代的员工。哦，阿林北产米家都是五金啊，工具类。今天他有带来一些产品，他们公司差周围，差周。你觉得你这一生当中，在这个公司里卖这么多产品，差周围你见过多少？哦，哎，我们目前都会把它销售掉。整个公司都是差周。丢周围啊，超贵。好，你有见过丢周围吗？有不，丢周围。我们都是丢周围卡侪，丢周围卡侪，而且还得到台湾生技大奖。哎，喂，等一下，谁？不是大奖，曼荣没有啊？错了，那是我。哎呦，张老师，你讲错了。哎呀，哪里是哪里吧？我都猜不到，头脑真不好。原来是你，他们这个差错的原因哦，会经常出现在你卖出去以后，你还是对那个消费端嘛？对对对对，都有嘛？有啊，也从我们丢去。就恁的砂轮机吼，哎，因为这种东西我一般都是磨铁，所以磨铁，磨铁，磨铁，基本上每一家我都去过，还有十二星座房啊，还有一些椅子啊，很特别的，磨铁，磨条啦，不是一样磨铁啊，磨铁哎，那因为同仁不会特别来问我们要不要借，那怎么哈？要跟你们借，所以我才随口问了他一句说，哎呀，他干嘛？他说他磨蒜头。磨蒜头，磨蒜头啊！就磨梯啊，就你们砂轮去磨蒜头，对不对？他应该觉得这样比较快哦。我跟他说不行啊，这样会变成蒜头机啊。他说他们有一个，我一个柜台小姐印象蛮深刻的，就是那个客人有一次在柜台对我们小姐说，哎，他说什么？他跪跪他说我要射精。有这个要报，这个要报警的哦。什么东西？小姐就愣在原地说：“哎，还要射精？你要什么？”然后客人，他觉得我讲对了，你又听不懂，我很生气，他又说一次：“我要射精。”他很生气，说：“我要射精。”干嘛跟他讲呢？干嘛跟他们价格不一样喽？我后来默默的跟客人说，在油漆那里。哦哦哦，什么意思？那到底是什么意思？这里是术语吗？对，他拿出来之后是一个色母。哦，色母来的色，哎，哦，色精啊，他也讲错，他讲对啊，色精啊，哦，色精啊，他因为小姐觉得他想到其他地方去，那是小姐的问题，小姐问题啊，小姐自己想歪了，色魔色精啊，小姐也有斜杠啊。今天我们就把他们产品拿出来给他看一下，各位到底什么东西让这么畅销的公司竟然卖不出去？来来来，滞销品上。各位，他们公司也有畅销热卖的哦。好，来先看第一个，一二三。嘿嘿，这应该就是所谓的实力控吧？实力控是最热销的，是长这样啊？这就是挤上去啊，就可以封起来那一种。对对对对对，实力控，实力控，实力控。我就这些个。那你买新房子这个应该需要？有啊有啊，各种颜色都有啊。哎，经理，我也买房子，为什么不需要？
因为我们不会自己做这粘这个，我们会直接请专业的弄。因为我的是豪宅。想炫又来又来又来炫耀了，又来又来又来了，哎，炫屁炫，又得奖，然后又住豪宅啊。可以怎么样？他年收可以破多少？年收可以到破亿啊！破亿！实力控，我们一年可以卖出数百万只，哇！哦，数百万还是四百万？数百万，好多个百万，数百万，百万啊！实力控的那花生什么数？超过四百万啊！来，这鸡都别处理哈，这个是卖不出去的。好，各位，到底多这这个多久没有人买啊？这个大概20年，立产品哦，放20年，怎么可能？都没货期啊！啊，为什么卖不出去？客人买一买不要啊？对啊，订一订不要。后来有餐厅要买啦，但是他听到价格之后，觉得他只是想当装置艺术而已，这样太贵了。有餐厅要买装置艺术，那他这个是客制化的吗？所以它也不是工具，这根本是20年前的古董型骨灰坛呢。来，我来，不要吧，跨界，跨界，一二三。What is this？ 这也不可能是装置艺术吧？是什么？这是开关吧？这个是很大的那个。等一下，这什么？很大的开关，这虎头铡。电影里面才会出现的，这太大了吧？可爱的，砸刀，开店的那个嘛。哦，好可爱哦，这大开开关吗？对啊，对啊。哎，好可爱。它这个是真正能用吗？他能用了，只是现在已经没有人在用这个。我的眼睛啊，哎，那叫可爱，这样看得比较清楚了哈，这样就知道了。这可以当成那个家里面摆饰嘛？对啊，就是这个可以摆弄起来，对对对，或者厕所的灯，餐厅蛮适合放这个，如果复古餐厅呐，对，一些复古的。这个还是那个西北电器定制，哎呦哎呦，对，美国大公司哎，哦 ，Northwest， 对不对？对啊，这 A 级的，那 A 级不是啊，也要用得到才能买啊。这个已经变成装饰品了啦。对，但这个摆着其实蛮有价值，品味蛮好的。对，就很酷，爱喜欢复古的东西。对，而且我家刚好有面墙的颜色是跟这个颜色是一样。哦，看来你们很喜欢哦。这个蛮喜欢的，这个把它钉在墙壁都好看。看起来蛮喜欢的。来啦，来来，曼曼荣，你觉得你会买吗？我是看到它前面有那个弄胶带粘着的地方，就有点小扣分。哦，你说这边哦？对对对，撕掉吧，一切真材实料。可以摸摸看吗？这里，你来摸摸摸，你摸摸摸这里面。哦，会跌倒。教育一下。这个会电到，这个有插电的话就会电到。哎，我觉得可以拿到。蛮有趣的，搬不了，搬不了这个。我跟你讲哦。中药店不是有那铡刀在切中药的吗？唰唰唰唰！哎呦，好像可以，好像可以。做一样的，一刀下去就三片，刚好。要切什么？多少钱？愿意买？这个吗？你心里觉得多少？你我心里中的价钱是500块。500 ，OK， 来立。哎，我的话，其实我觉得它这个价值摆到现在，我愿意花1000块。去买它，一千，至少它有个重量嘛，至少有个重，要讲真的，你比较有钱，你讲，我，因为老板如果愿意卖，你就要带回去，对，有点，这跟你的墙壁颜色一样，哦，对，墙壁颜色一样，但是我觉得它的重量应该挂不住墙上，应该会掉下来，我这个怎么卖？这个送福利控啊，对。那我就出300块好了，300、500、300、500块，得标。好，你这个你要最低价格，你必须卖多少钱才符合成本？他已经没有成本了。好，他现在是无价之宝。哎，真的。所以你没有要，所以没有要卖吗？我决定不卖。哦，这个东西已经有感情了。你跟他有感情，跟你的感情，而且这是学长，我们不能随便把学长卖掉。哦，啊，等于是老板今天来上这个单元就是真相，对，只是秀他的东西，秀他的宝贝。对啊，当年人家订了这个货，啊，你们也制造了，结果他没有来交货。对啊，对啊，他是后来气。契单啊，哦，有合约啊，可以告他。对啊，早期不会做到那么死啊，因为我们是有温度的公司。哦，可以哦，这句话你讲这句我们没得反驳。对，人不能只有制度而没有温度。对对对。哎呦，个缺缺呢，有温度的公司，恭喜哈，再搬回去再放20年。